跟朋友我穿短裤。这样子了，嗯，真空罐罐，这是玻璃罐。这是好像 stretching muscle 这样子，拉筋，它只是放一下在火那边就变成，真空嘛，真空，它是叫做负压 ，negative 的压力，它就会吸起来。八罐，这样子八罐呢，这样子八罐五分钟就 OK 了，完。代表它比较肌张力比较重，有问题的地方比较黑，有问题，然后比较轻松问题就没这样黑，比较紧就比较黑，比较松就比较黑。这个摸摸看，你起来摸摸看。痛还有肩伤吗？这边痛，这边这里痛吗？还肩伤？你看你肩伤吗？还是一样酸吗？酸痛。好，长短啊，你看从旁边这样。这边吗？站起来看，会不会？应该是这样子吧。